主料，文蛤400克，辅料，花椒3克，盐3克，姜10克，干辣椒10克，料酒20毫升，生抽10毫升，葱花10克，蒜10克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文蛤用小刷子多清洗几次，沥干水分备用，热油炸香花椒后滤掉，加入姜蒜末炒香，下入干红辣椒，加入文蛤一起炒，加入盐，淋入料酒，加入少许生抽一，加入少量清水煮至文蛤开壳，撒入葱花即可。烹饪技巧一：文蛤炒至开壳就表示熟了。二：喜欢吃嫩点的可以不用加水炖哈，我加了一点点是为了炖得更入耳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